你哋知咩係胸圍咩？你哋知道胸前面有兩嚿脂肪嘅感覺點咩？哎呀！大家唔係真係覺得有問題咧嚇？男性のデザイナーを見つけて、男性の感性を生かせるものが私の要求です。男性の雇用を決意しました。わあ、我做到巴得咁緊要啊！我以前咧就做巴廳打嘅，係 bra 唔係 bar。辦公室沙灘排球賽正式開始。我玩唔代表我唔尊重，我唔尊重嘅嘢，我連玩都冇興趣添啊！冇錯，令到嗰啲喜歡我哋嘅更加愛我哋。為咗矯正你嘅態度，我要你哋買曬所有市面上嘅 bra 翻嚟，逐個同我買得唔得？啱唔啱？長唔長？喂，你係咪男人嚟噶？你仲唔翻嚟扶我？剛才你講到嗰隻中藥胸圍咧，佢會唔會對而家患禽流感嘅女性有咩幫助咁嘅咧？嗰晚我突然之間覺得需要你，你需要我，就係咁簡單啫嘛，冇commitment噶。我覺得其實咧，你可以用一個男性去偷聽女人，或者係男性去了解女性嘅心態呢個角度去睇又得，或者係男性唔了解女性嘅角度睇又得。其實我間唔中偶然，我都會記起你。叫曬我哋出嚟已經好唔尊重啦。我想自我介紹，我係 John。哎呀，你大庭廣眾做埋啲咁嘅嘢，你叫我點樣做反應啫？咁你俾埋嗰兩分我咯。即係男性觀眾當然會好想知道，即係當於女性嘅最重要嘅一個。你個胸，個 bra。